接下来就由我来解报冈山社宅这个动土的这个工程的概况啊。那当然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我们调了将近七次的造价啊，标出去的啊，用宏声营造来得标。那我想这个还有吴昌成建筑师，这个东西很容易不简单，我们都得标出去了。我想这个时候也尽量赶快动土啊。那我想这个冈山社宅，不过我们希望用冈山社宅大棚展示的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开场啊。我想高雄市的社会住宅，前几天花市长说要带12000户，记得市长刚上任的时候就责成我还有林副市长去台北跟花市长拜托，希望能够把6000户给他加码啊，所以那时候是6000户的社宅而已。那市长说一定要加码，所以我们从花市长答应说从6000户到8800户，到现在的1000、1万户，到现在前几天12000户，我想这是市长定年内两年拼四年拼出来的话，从6000户拼到12000户的这样的社会住宅，我把这个整个它社会住宅，不能为是用细胞式把它弄出来，就是用这张图，就是说，当然是冈山社宅跟亚湾社宅，当然是我们自己市政府开发的哦。那在花方是在就开发700多户，那市长上了以后，从700多户成长到12000户，是两年拼四年拼出来的哦，这个政绩，那。Location 是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广告名词啊。那我们这个基地在哪里呢？我们的 location 在哪里？我们是在87型的从化区，大埔九的从化区。你看这个，在就这个地方，地平广阔，视野辽阔的方式哈、哦，是省道、国道还有捷运台铁的视线据点的基地，是左永路科、右道桥科、台积电基地的一个三科环抱的一个基地。前有市区，后有花园，有野山，有水岸的这样的一个绝佳地段，多水宝地。那我们近看一下，整个咖啡色就是我们那个基地，右侧就是我们的那个冈山捷运线的，未来3分钟就可以到了。冈山的医院就在准备盖好，还有那个所谓的秀泰影城、Uniqlo、Net、小卫星，你可以去看一下，几乎是它好像在国外一样的这样的场景。另外还有我们这个中央绿园道，还有整个未来的冈山行政中心，是两景三政，就是警政、消防、地政、户政，那个这样的基地哈，这个行政中心。集一荟萃医生啊，还有安定公司也经过。那这么样的绝佳地段，那边那批建社会住宅，那这点好也多，别那这那边真协助了，这来好了，我是讲比较安静哦。第一，起立卡通社会住宅，第二叫过上先瓦团、消费团、加主基础团，上面先瓦团有那11住群娱乐嘛够好些，啊，下面那边大。老人甲囡仔先照顾好势，所以小的款咧先做制造先做，啊来技术款，即厝面咱咧起较好个吼，即是咱咧市场交代，即个三款咧用。那所以社会服务先行，你讲是融合社会服务提升，所以咱把这个中央园道配置里边，咱咧社会服务就这个是中央园道，咱所有社会服务就全部配置在这个地区，外侧加紧配置在咧社会店里，我即是咱咧方式哦。所以讲五日间照顾啦，幼儿园的社区关怀据点，还有整个全民运动中心，还有整个这个新住，还有新住民的会馆都放在这个地方，还有深藏式的社会据点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呈现了，就完全全功能的一个社会住宅哦。这是咱这地方的配置哦，然后这就是一楼，这是几楼，拢全部拢所有的这个拢在遮，所以是就讲社会服务先行，个来才是咱的那个，所以幼儿园50平，20平啊。你打一打车，楼下就有啊。我们是跟景观结合的，楼下就有的幼儿园。社区关怀据点的话，社区长辈可以及时服务哦。那社区制造中心长辈照顾不远求哦，我就在这边而已。三藏市的社区住宅要积极照顾他，还有我们新住民的会馆可以融合多元社会的需求的一个规划。全力运动中心是什么？健康运动哦，即刻行动，而且就2点到来者哦。两个你的生活大街也要做，提供精品的生活机能，还有创造开店的机会。你代表要创业哦，就这方式的一个，比如说你的生活大街做些创造，叫你细化每一个店名，再来走。好，本来就是社会服务先施，居住保护的那边管，完善的健康住宅型，那里要求哦，就是后疫时代的经典化的型，通采光进行要求的必备的，就那种分栋设置，等于他讲这个。分个恢复权，很漂亮的空间，把中庭留出来，公园、绿廊、风廊、生态廊、山廊一起的一个优质的居住环境。哦，那南北基地不正统的配比，安全优、东家还有栋距大的一个这样的优势哦，所以把那个所有的每一栋都有套房型、一房型、二房型、三房型这样的方式的哦，而且面对公园第一排，每户都面对公园，这样规划好。
全部都变成那个走廊搁到后边，全部面向公园，每几块都是公园第一排啊，而且这几代的优势哦，来每层的住宅的公共梯厅、走廊、楼梯间、电梯间、共享空间，全部自然都采光，这几代的标准配备而已啦。我想这个，我们连预测也要自然通采光，这几代标准配备，我是专攻所谓住宅转移过来的设计，我可以打发票，你把图拿来比，我们是最好的。好，能够最关注套房型，什么叫套房型啊？非常巧妙的一个装厕厕所，我把厕所放在最前面，空间都够去宽一点，所以厕所就有同采光的哦。这是我们套房型的部分。一房型，我们巧妙利用凹进来的这个阳台跟厨房、厕所都可以自然同采光哦，这个方式非常棒的哦。二房型的部分也是一样，也是利用这个凹进来的阳台去做这种同采光。三房型那是改坑点比较大，三面采光，所以摆弄很多采光，所以这个设计是在全国的设计出来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方式哦。特别重要怎么样？同层排水，让改黑的厕所降摆哦，正向排掉，当场就把水排掉，空气排掉以后，就正厕所半夜每公天花板个地最老了，进来老了，进来盖房哦，这是那个同层排水的一个概念。所有明管系统弄你家以后维护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哦，这是那个特别设计哦。再来就是。那里地下层啊，自然通采光，采光啊，而且采光天井在这个地方，高跟刷里面个地下线，地下线我没安的哦。就像我们连环沟那里车道，特别是个一直线道没修走，啊，连环沟那里坡度哈是渐进式的哦，先叠了干嘛那里，所以每天特别放啊，干嘛多逼，这是我们的特别设计。关键我就变成那个汽车、机车分流。他这样就弄这边都有，也修走，起码得那是汽机车分流的一个设计哦。外形够，那景观之外，绿树环绕整个景观，开窗就看到绿荫，哦，这是空中也有花园，也让空中那个菜园呢，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共同菜园中心哦。因此，所以它整个这个是我们的未来的外观的立面，融合都市带末，塑造优质社会空间的部分，这条空间有看图，连夜景都要美轮美奂，而且这条在那美的都更开设展哦。另外，这两家就那个够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无障碍设计，通通标章集于一身。五山特主水电超省哦，这是这样的得了哦。各来讲，在左营大鹏展是全国唯一，那就是冈山机场，我这个地点，我这条件，那是用飞机起降的机翼哈，来去跟它的左营，全国唯一独创的哈，翱翔机翼独一无二。我就叫做啊，讲最亮点那个范围不是多少，622户而已哦，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块地。那你两块起来呢，花了将近同样工程33亿，全部单35亿哈，这样的方式。所以台北基地同步动工，115年就开始完工竣线哈。翱翔天际的大鹏展翅即将落在我们的冈山的社会住宅哈，创造冈山社宅。我想青年成家的第一个家就是我们的社会住宅，我们要圆大家第一个家的梦。我们冈山出高高竹社会住宅支持你。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谢谢我们只有2分钟的动画，可以看一下。你来在主持这样的话，3D 的一个动画。好，空地长出来了。中央绿园道的概念呢，从两条巷进出，我们讲说还有退收，后面是有在一起的一个第二地点，多层次的景观啊。右边就是幼稚园，我的活动空间。连我们的社区步道都是人行步道，非常棒的一个环境啊！地面造型跟飞机造型。很少从化区有一个中央绿园道这么漂亮的绿园道。这里空中有光电板，有空中农园。给你讲景观的动力，我们还有拉开洞区，在后面的视野看得过来，就是不会拉长距离的视线。你可以看到这种看到中庭跟公园的这样景象，这都实景模拟的。这本内径终点的夜景，我想也是很漂亮的啊。
秦石之城文丽故事生命热火复合的整个冈山社会住宅。以上，谢谢。谢谢，大概看了秦六来，现在都真欢喜。秦六来一抓哈，就建设就往前迈第一步了。人讲拜一哦，讲 Blue Monday 哦，我今日是 Happy Monday 啊。多谢咱大家是对对八国有勇气，率领最坚强的这个工程团队啊，啊今日来五位个长，信心到位哈。啊，加上市会咱的这边副会长在地关怀，对市政府全力支持，与所有议员好选人，以及我们最坚强的营造团队啊，龟博士哈，那民主坚决安尼。啊，率领他的营造团队，在未来四年啊，要有一个大鹏展翅的四个啊，全高雄市挖掘宝中雄厚的社会住宅。大鹏展翅的意念哈、哦，刚好跟冈山的意念是契合的。冈山是空军之乡啊，空军之乡就培养空军的人才，所以大鹏展翅刚好符合这个冈山的意向哈、哦。所以代表讲，市政府在做相关的规划。哦，都真有咯，思考都真长远，啊，都跟在地的任何的特色可以结合，啊，多谢所有市政顾问啊，对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对地方建设的建言，多谢咱所有在地力量，安尼对地方建设大家咧共同来关心嘛，啊，做一个地方委员，当然一定要协助市政府向中央接触相关的经费吼，甲市府报告吼。我昨天参这陆竹美副议长这议员吼，大家拢来巡工地啦吼。这工地草啊发到外长，我拢知啦吼。这大家安尼看这个八十七从化区就大鹏九村啊，从无到有的过程，经过详细的规划，现在已经出现雏形了哈。所以社会住宅代表是一个新时代里程碑。啊，提供一个安家的住宅，让所有需要住宅的年轻朋友能够有一个合宜的住宅。啊，东西社宅在六都里面应该是名列前茅了哈，应该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速度最快，好、啊、新建的户数最多，还不容易第一名哈、啊，是不是？噶咱第一名是六，他这话该感谢你。以前我心目中唔是五千几名。一起六星级以上，可能七星级、八星级，我都觉得，应该都可以胜任。其六对于八十七级从化区大鹏九村呐、啊，他做了详细的规划。根据备局，尤其特别要谢谢林清龙副市长，把军备局联想到，因为军备局哈、哦，就一不擅长做土地的规划和开发了哈、哦，所以全部拢交市政府。啊，市政府有专业的，现在林清龙副市长领军。包括用公办都更啊，包括附条款的这个标售，包括这个设立地上权，都是今后售盘哈、哦。所以比来这36公顷的这个大鹏九村啊，除了现在今天动工的1.3公顷社会住宅之外，还有很多的公共设施会一项一项去完成哈、哦。就是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跟市长做一个报告，比如我们开发方式除了设立地上权。地上权可以70年的这个商用住宅哈，那地上权的话，它没有土地权，但是它有使用权，它也售价就会降低，就会增加我们年轻人购买的能力。当然，公办都更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另外就是附条款的这个标售，比如啊，你要有这个商业住宅新建，你可以要求它有一些条件，比如说阿公这个蒋龙清院长最关心的哈。还有阿公殿西文学奖已经办了36届，啊，36届，我们累积很多的文学的素材跟资源哈。我想问说哈，如果用这个附条款的标售，当然要求这个建商得标建商，你要起一个符合阿公殿西在地风格的阿公殿文学图书馆，哦，今天我们出题，那几天我们出题，就得标厂商来出题，过来哈。游泳池吧，无搞，因为咱即马工程地区的迄个游泳池，大概属于封闭性，官校跟航校都有，好、哦，那本州好像有了一个，然后紫官国中也有一个，但是是属于封闭性。那你马工如果以后得标厂商，
那么要求你把起一个现代化的室内游泳池，我说有咱工商会的时段，会使来这水游打工好不好？我打工，我怎么怎么拢无虾米困难来说过？今天你不要那个起就做报告，所以未来啊，今天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我们未来会跟市政府，在我们陈其迈市长带领之下，跟市政府团队、跟市议会团队，大家共同把大埔的九村打造成一个让北高雄的一个模范的一个社区，利用这个模式，利用这个公私部门合作的方式，打造一个宜居的住宅，建点像太后的捷运、高速公路、文化中心，各边啊未来过几年现在棒球村的计划哈，我也利用这时间跟市长做一个说明，因为那个台糖的地，包括现在在文化中心对面有几个棒球场。那我希望说，未来我来跟体育署争取经费，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棒球场能够做一个扩大整合，用 BOT 的方式啊，引进民间的企业的资金跟这个专业，规划成一个北高雄的国际棒球村。不然你笨汉哥那天职棒队，当地学魔术来体就可以来这个风和日丽、这个气候非常好的棒球场来攻山。来做一个训练基地哦，对比来，今天各位哦，都需要我们陈其迈市长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落实，一步一步会实现。啊，我的愿望跟市长是完全一致的，希望把工商都开大旅游高级，啊，八个东西啊，都有些蛋壳区，现在已经变成蛋白区。啊，会长也大概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希望在假以时日，没修复，适当的时间，我们北高雄与工商都。变成带领高雄市起飞的火车头，变成高雄区以来的蛋黄区，打工破破。可是我都很怕讲话，因为我都怕讲太久了哈、哦。所以简短的跟市长、跟所有的市政顾问、跟市政府团队啊，跟所有的议员做一个分享。谢谢市长啊，对北高雄那么的支持、那么的用心，我想游林在北高雄一定会。啊，起飞一定会大进步，一定会大发展。最后祝福所有的啊，高山地区所有的好朋友，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如意，高雄市政大发展，谢谢大家。是掌声欢迎市长，谢谢市长。邱志伟委员啊，副部议长啊，欧组长啊，另外我们的阿郭飞鸿董事长啊，吴朝雪建筑师啊，另外几位也包括林志成议员参选人、陈庆宏议员参选人，还有我们的洪瑞珠议员啊，各位啊，还有啊，我们的王义雄议员的助理啊，高炳明议员的服务处代表啊，还有我看到刘航议员嘛哈、啊，没有错啊，还有我们宋立斌服务处啊，还有这个黄志雪我们的参选人。方先生议员的张秘书啊，各位啊里长啊，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啊，刚刚邱志伟委员啊致辞，欲罢不能啊，频频出题啊。那这个哦，市政府从两年前不到两年了啊，一年十一个月我就任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哈。陆淑美副议长也频频出招，好、哦，那所以代表我们市民朋友的需求，好、哦，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接招，一项一项的解决问题。比如说，那一开始的时候，陆副议长就提到，好、哦，我们高岗山的行政区啊办公处所分散，那我们的岗山区的居民很不方便。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接招，就想了一招跨区公办路更。我要特别谢谢陆副议长，因为他的建议，我们后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办公处所集中到啊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进行跨区的公办路更，我们还赚了八亿。对，有新的公共处所，我们又赚了八亿啊！非常谢谢。这个也代表说。在推动市政上，哦，不管是中央、地方，或者是在议会、市府不同的党派，
大家有心为我们这块土地努力，我们一定会成功。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冈山社宅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也要特别感谢啊，我们这个郭董事长啊。那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感谢郭董事长呢？因为这里已经发包了，大概这是应该是第七次的招标啊，因为这个物价大涨啊，所以招标的过程啊，我们一不断的加价，好，那终于啊，我们郭董事长啊全力相挺啊，那特别来啊新建啊我们这个大埔九村的社会住宅，那未来总共会有625户，好，大家看了一下刚刚啊。公务局的介绍，不管是各项的啊生活的设施、社服的啊这个住所，从我们的小朋友幼儿园到日照，从运动中心到各种不同的这个会馆，这个也意味着说，高雄市政府在盖社会住宅的时候，不是去一间空壳处理呀，我们考虑到全年龄的需求。也考虑到我们的弱势朋友的照顾，所以未来新建完成的社会住宅，不仅是居住权的保障，更重要的是社会权的保障。因为我们住在高雄，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社会的公平跟社会的正义。高雄市的社会住宅跟其他地方盖的社会住宅有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我们市府自办的有三个地方，一个在亚洲新湾区，就是可以说是高雄绝佳的最好的地点，因为未来会有包括 5GLD 的产业进驻，所引进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那我们的大鹏九村的社会住宅也是在冈山地区是属于最精华的地段，那未来包括桥头科学园区以及这个鹿竹科学园区现在增加的这些大量的就业人口。那第三个我们盖在哪里呢？我们盖在大寮捷运站，那附近有合发工业区。那各位都知道说大寮其实人口成长非常的快速，那这些新的这些高科技的厂商也纷纷进驻到合发工业区，譬如说合进、台进，譬如说鸿海的这个电池变芯的研发跟试量产中心，有多大我们合发工业区，所以我们很有诚意啊，我们也很关心每一个市民朋友是不是能够受到最公平的一个待遇，好，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议会包括陆副议长。包括我们选区的方议员，还有这个宋议员，还有这个邱英敏玲议员等等，好，在推动社会住宅的过程里面，大家不分党派的来一直支持市政。那在这里我也要表达社会你们的谢意。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今天7月18号到8月31号，高雄市扩大租金补贴。中央有7万个名额，我们觉得这样不够，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再加1万，所以是7万加1万就是8万。原来4万1每人每户每人的平均4万1以下才能够有租金补贴。高雄市政不一样，我们把我们囤房税所有的税收全部挹注到我们的租金补贴，所以我们在50467元以下，那就可以享有租金的补贴的优惠，那最高每个月就可以达到5500元左右的这个租金补贴的一个规模。那我相信不只是中央跟地方合力的大力推动我们12000户的社会住宅的目标，那以及扩大我们租金补贴的对象，那最重要的都是要落实三大原则：第一，青年优先；第二，育儿优先；第三，弱势优先。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那最后我也要特别感谢邱志伟委员，他刚刚又出招，又把他
其实他已经念兹在兹哈，常常在讲的啊，像我们冈山的啊这些重大的这些建设，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从过去咱冈山咱这时段常常咧讲，拢讲啊，这本来咱都用百多用哈，拢是两卡啦，哦，啊，即摆变两千啦，哈，啊，后盖一点来变成两支，哦，啊，嘛爱感谢。咱所有的咱只李长，咱的兄弟姊妹吼，不仅协助政府防疫，那每一次来吼，我们压力都很大啊，因为每次刚刚来，所有的里长都会来啊，啊也给予我们市政府从不管是防疫，还有各项建设的支持啊，那尤其在防疫里面，那里长这样发单啊，然后那一第一季到第四季，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那又发快三四季，又协助防疫。啊、真的不简单，也非常的辛苦。我要代表市政府再一次的表达诚挚的谢意。那最后也祝福我们啊动工圆满成功，开工大吉，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市长。高雄市冈山区大鹏九村社会住宅新建统包工程动土典礼，请动敲第一敲，祝开工顺利，现场来宾一起掌声鼓励。第二敲，祝市运昌隆。第三敲，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里程宁泰。